准你都唱不准，唱得不好就是不好。我觉得我唱得还行。我不觉得你唱得好。韩红老师，我觉得我唱得比你好。你往这一站，我惊艳了，一张嘴我惊吓了。我会唱男女双滚的歌曲。他可不可以从头再唱一次？你为什么要给他机会？上面我给大家演唱一首，我用男女双声来演唱这首歌，那听好了啊，觉得我唱的可以的，掌声支持一下，谢谢。OK， 来。一对对绵羊，病呀嘛病快快走。但是别给我那么牛，过。